嗨，这里是 Homely Chia， 我是 Tanya。 今天我们来学习蜡烛三要素。如何看一根蜡烛呢？首先看颜色，青色代表当天上涨，红色代表当天下跌。然后看实体，实体越大代表动能越强，青色的实体越大代表上涨的动能越强，红色的实体越大代表下跌的动能越强。最后看影线，影线越长代表转折意愿越强，上影线越长代表向下转折的意愿越强，下影线越长代表向上转折的意愿越强。我们来看这根蜡烛，首先看颜色，青色代表当天上涨，然后看实体，实体很长代表上涨动能很强，最后看影线，影线很小说明可以忽略不计，那么这根蜡烛就代表上涨，并且上涨的动能很强，将会影响后期走势。再来看这根蜡烛，首先看颜色，红色代表当天下跌，再看实体，实体很长代表下跌动能很强，最后看影线，影线很小可以忽略不计，那么这根蜡烛就告诉我们当天下跌，并且下跌动能很强，将会影响后期走势。再来看这根蜡烛，首先看颜色，青色，青色代表当天上涨，再看实体，实体不大不小，最后看影线，上影线忽略不计，下影线很长，超过实体的两倍以上，长长的下影线代表趋势有向上转折的意愿，那么这根青色的带有长长下影线的蜡烛就会影响后期的走势。再来看这根蜡烛，首先看颜色，红色代表当天下跌，再看实体，实体很小可以忽略不计，最后看影线，有下影线，有长长的上影线，上影线更加突出，超过实体的很多倍，长长的上影线代表趋势有向下转折的意愿，将会影响后期的走势。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先看蜡烛的颜色，再看实体的大小，最后才看影线呢？因为这是按重要程度排序的，蜡烛的颜色最重要，然后才是实体的大小，最后才是影线的长度。如何通过蜡烛图计算股票的涨跌呢？假设昨天售出红色蜡烛，收盘价是 A， 今天售出青色蜡烛，收盘价是 B， 那么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呢？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公式计算，用今天的收盘价 B 减去昨天的收盘价 A 除以昨天的收盘价 A 乘以180仙，也就是说今天是跌了的，因为我们对比的是收盘价，今天的收盘价低于昨天的收盘价。假设昨天的收盘价是一令吉，今天的收盘价是90仙，那么今天的涨跌幅就是90仙减去一令吉除以一令吉乘以180仙，等于-18仙，也就是说今天下跌了18仙。今天的课程我们需要记住，观察一根蜡烛，先看颜色，再看实体，最后才看影线。计算涨跌幅时，我们用的是收盘价，与蜡烛颜色无关，即使当天是青色蜡烛，也有可能是下跌的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股票知识，欢迎关注我的 Telegram 通道。